Hello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跟莉莉老师一起学画画。在画画之前呢，老师想问小朋友一个问题，小朋友们知不知道阴历的8月15是什么节日呢？我想啊，很多小朋友们一定知道是中秋节。那中秋节我们做什么呢？我们吃月饼。那老师啊，今天教小朋友们画中秋节哈。中秋节那天的月亮是什么样子的呀？它不是弯弯的，它是什么样的呢？它是又大又圆的。好，那我们画圆月哈，很圆的月亮。好，那老师在一边说话的时候呢，就一边把纸折好了。那折成什么样子的呢？就是有一个十字线哈，这样的纸。之后老师拿出一支啊黑色的笔，我们呢来开始画月亮，从这个月亮开始画哈。老师画的月亮啊是大大的圆圆的哈，那要怎么画？小朋友们看哈，这是老师的中心点，这张纸上边和下边这个中间这个点哈，十字中间的这个点交叉点，老师叫它中心点。之后呢，围绕这个中心点我们开始画圆。那老师看啊，这是老师的中心点，往上，哎，在这儿哈，老师来定一个点在这里。小朋友们看，上面是略窄了一点，下面呢略微宽了一点，啊，只宽了一点。好，那我们画月亮一个点呢，其实是画不圆的。虽然是老师说它是圆月哈，但是我们也，老师不要求小朋友们画的特别特别的圆，我们是尽量画圆哈。好，我们从这个点开始，应该往哪边画？应该往左边画。但是呢，老师尽量的在这个位置哈，我点一个点在这儿。小朋友们看，这也是我的中心点，我在这儿、这儿、这儿，这样哈，两边这样看起来左边和右边差不多哈。然后呢，我尽量把它拉圆，好吧？小朋友们看啊，我从这儿开始，好，要让它鼓一点，鼓一点，鼓一点，哎，刚好鼓到这儿哈，我这个点上。老师换支笔哈，这支笔好像油不太充足。好，这样从左边，老师再把它加粗一点，这样好，刚好就这个地方哈。右边我也是这样。尽量的哈，让它两边哎画圆，是不是上面一个半圆就画出来了？我们半圆画出来之后，我再看看啊，上面这些用这个手哈，用我们的手从这个中心点到这儿的位置卡一下，哎，到这儿也差不多是在这儿。好，那这样下面怎么画？老师希望小朋友是用你的笔哈这样来画，先从上往下拉，然后呢再从下往上啊，从上往下，从下往上哈，我们是这样交替的。这边也是，我们呢也是这样，尽量的让它往外鼓哈。哎，老师的月亮画了，好像呢下边也没有特别的圆。这个时候呢，小朋友们可以用铅笔哈，拿橡皮擦掉，然后找一找，哎，我的到底圆了没有啊？圆没圆呢？然后我可以拿笔来给它改一改哈，都是可以的，因为你用铅笔的话是可以擦掉的，老师用的这个水性笔呢就不好擦哈，是基本上擦不掉的。老师用水性笔找一找，哎，现在看，还是比较圆吧。好，就这样，下一步是什么？我的月亮今天做什么啦？他呀做了一件事情，是什么事呢？他呢去偷吃了月饼，因为今天过节哈，所以呢老师要先画一个表情在他里面，有两个眼睛，左边一个右边一个，小朋友们看哈，老师就在这儿这样画一个圈，这是他的一个眼睛，我的这个月亮的眼睛，另一个眼睛呢在他另一边看起来差不多的位置哈。然后呢我画一个微笑的笑脸，哎，他是不是今天挺开心啊，他有月饼吃是不是？好，之后哈我画了一个他的笑脸，在他这个位置哈刚刚拐弯的地方，我这样画一个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其实啊是他的舌头哈，哎，这是一个小舌头，是小馋猫，他今天有月饼可以吃哈。好，老师呢暂时把这个脸呢就先画到这样，然后他的一只手这样，哎，伸过来干嘛，这样的小胖手哈，这样一二三四五，小胖手去干嘛了？去偷吃月饼。月饼怎么画？很简单，小朋友们看啊，老师左边一个点，右边一个点哈，像我们学过什么线，这种 curve 这种波浪线哈，哎，是不是随意的画哈，像一个小小云朵一样，然后我再
在云朵的每个下边画两个竖线，然后在这儿，哎，我也照样给它画上这种小 curve， 是不是啊？就是我们吃的月饼，然后把它这样连上。好，老师呢再画一遍啊，小朋友们看，老师在这个位置，这样用我的这个波浪线哈、啊，这种线，哎，连上之后呢，我把每一个这样画几个小数在它的下边，哎，画完之后，我再把每一个这样连上，哎，是不是月饼啊？那我再画一个哈，在这边，在左边，哎，也是这样的波浪线啊，画了一个像小云朵似的，在小云朵下边画上竖线，好，画几个都可以哈。好，然后把它这样连在一起，这就是我的月饼，像不像呢？如果小朋友想写五人儿，想写字呢，也是可以的。如果不写的话，那我们这就是月饼了。然后月饼呢，我给它周围，哎，让云朵，天上没有盘子哈，天上只有云朵哈，哎，让云朵做一个盘子在这儿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我们的月亮可以去吃月饼啦？那它另一个地方在干嘛？老师啊，在这边画一个可爱的兔子。兔子怎么画哈？我在这儿，就是这个地方随便画。兔子呢，首先它有一个耳朵，耳朵是长什么样？是不是一个弯曲的？然后呢，它是往上，哎，一个半圆过来。这边呢，还有一个耳朵，耳朵里面，哎，给它画两个小弧线哈。然后弯下来，哎，这样连下来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这样半圆下来，然后往前。给它拱一点哈，就往前给它画一个小小的弧线连下来，哎，就是我兔子。兔子呢，这是它的眼睛，一个眼睛，两个眼睛，眼睛呢，老师说歌里面哈，给它留一个白白的小点点，这样它眼睛看起来会比较亮。所以呢，我留两个白的地方是它的眼睛，鼻子呢就这样蹭两下，比粗一点。然后左边一撇，右边一撇，是不是它的小嘴巴就出来了？那兔子还有一个什么？它还需要一个 body 哈， body 怎么画？我就在这儿再画一个像小馒头一样的半圆，哎，画一个小小的尾巴，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尾巴，这样连在一起，连在一起是不是两个了？几条腿？这儿呢，其实还有一条腿在这儿，另一条腿啊已经被藏起来了。但是它还有一个什么？它还有一个兔子尾巴哈。那它为什么这样站着呢？因为它呀也在天上。不知道小朋友们有没有听说啊？天上有玉兔哈，有兔是个神话故事哈，说里面有天上有兔，有个小玉兔，是不是？好，现在我的这个画啊，既有了月饼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了兔子。那我可以还有什么？我可以还有更多的，天上还有更多的云朵。云朵就是这样的，哎，笑脸哈。然后呢，这边也可以有很多的云朵，如果小朋友们想画呢，就像老师这样添加很多很多的云朵。然后呢，云朵下面呢其实可以挂上什么？可以挂上很多好看的星星，我们可以这样把它哎连下来，用这种虚线连下来，画你喜欢的星星。星星怎么画？老师就画一个角，然后这边一个角，右边一个角，下边一个角，然后这边一个角哈，这样就连上了。然后呢，星星呢可以画大的，也可以画小的哈，我也可以画这样的小角，哎，嗯，这样的，是不是？我也可以把这根拉长一点，然后这个在这个小兔的头顶上，哎，画的星星。然后呢，这边也可以画，比如说呢，在这儿。啊，老师在这儿哈，继续的画这种五角星，哎，好，这样的。然后呢，这一根也可以长一点，好，这样下来，哎，这样的，是不是啊？就是上面一个角，左边一个角，右边一个角，下边记得一定是两个角才是五角星。然后在这儿也是。这可以画一个小一点，哎，好，老师的呢这个五角星啊就画这么多了。如果小朋友们觉得呢可以画更多的，在它的周围大的小的啊，这样云朵呀其实都可以哈，我们都是随意的哈。好，老师呢就画这些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快拿出彩色的笔
快来跟老师一起把它涂上吧。这个月亮啊，老师呢就要用月亮，老师要用黄颜色，最外边呢老师用一个深一点的，里边呢要用一个浅一点的哈。小朋友们看哈，我们首先找一个浅一点的这个黄色哈，这样的黄色，然后我在里边这样的沿着里面啊，可以随意的把它涂上。老师用了一个浅的黄色哦，没有是深的哈，就很浅的这种这样的黄色，把里面先涂上。但只有什么地方不涂，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小舌头我没有涂哈，其他地方呢我都涂的。我们大面积涂呢，就是笔一定要放平啊，放平，就把它放倒下，这样的涂出来的呢才会啊面积大，就不用啊一直在涂啊涂涂啊涂，是不是？好，这样子。第一遍这是一个打底的颜色，之后呢我要换笔咯，也是黄颜色，在黄颜色这个颜色基础上叠加。那叠加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在它上面再来一层，这样的。其实啊，我们用肉眼看不见，但是月亮呢，其实它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变化的。好，它有很多不平的这个月球的表面上的啊东西哈。我们呢，有的时候是用眼睛看不见的，所以呢，老师用这两种颜色来把它叠加。小朋友们看，是不是有深一点的和浅一点的？之后呢，我再换颜色。因为你这样换的话，一定要是由浅往深了开始哈，涂一层哈，之后再往上涂。好，我在这个还是从这个深的地方开始。好，这样。对，小朋友们看，哎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有不一样啊？我这边就浅一点，另一面就深一点，是不是？好，然后呢我再用更深的一点涂在哪儿，涂在这个里面。有点橘黄了哈，这个颜色我把它涂在这边上。这样呢就是由最深然后往里走，浅一点，然后呢到更浅一点，是吧？是一个这样的过程。涂，那有的小朋友可能说，老师那我要涂多少遍啊？其实多少遍都没有关系哈，我们只是觉得你的画面已经变漂亮了，已经是美的了，那我们就可以不涂了哈，就可以不再画了。小朋友们能看得见吗？老师这边是深的，由深的一点一点的再往浅的那边过渡哈。这边呢一直保持的是最浅的，这样的，让这个月亮的表面呢其实是看得出它的变化的哈。对，朋友们看，现在呢老师觉得我这个月亮啊基本上差不多了吧，基本上我就涂成这样好了。然后呢它的这个小嘴巴，这里面的这个小舌头，我想用一个偏红的颜色，小朋友们可以用红色，像老师这样。这回呢小面积的时候要用这个，老师用这个马克笔哈，是细头了，就是把笔立起来了哈，这样的。诶，这个小嘴巴是不是涂上颜色就好看了。然后呢我还想用一个粉颜色，小朋友们呢如果你手中有这个粉颜色哈，可以像老师一样哦，在这个他的小脸蛋两边啊给他涂一个可爱的粉色，这样不要涂得太大哈，就像老师这样涂一个小点点，哎，涂一个小点点，
哎，就让它看起来更加的好看，是不是？小朋友们如果想涂特别圆的也可以，你也可以涂成特别圆的颜色。老师呢就选了一个这种长条的这种感觉的，哎，就涂上了，这是一个粉色哈。涂上之后呢，我用我手里同样的这个粉色，我涂在哪儿？还有我这个兔子的耳朵，兔子的这个小脸，还有兔子的这小边边，我都把它涂上，哎，这样的。啊，兔子的小嘴巴，我给它都涂上这个粉颜色，让我的小兔子看起来很可爱，是不是？好，这样的，小粉色的小兔子，哎，小兔子，老师把它这样的简单的涂了一下。然后我的月饼用什么颜色呀？我的月饼呢，可以是这个。深色哈，小朋友们吃月饼觉得月饼是什么颜色呢？一般是棕色哈，老师选一个这样的棕色，哎，涂在这个边上，这个上面的这个面上哈，这样的。然后你在下边也这样涂一下哈，没有全涂，好，这样的。还有上面的这个面儿涂上深的。好，这个也是都用同一个颜色，这个面儿。好，这个月饼中间呢，老师要用一个浅一点的颜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浅颜色呢，这样会烘托出它很漂亮哈，会好看。所以呢，我在这个里面用一个浅一点的颜色。老师这个呢有点不够浅，不浅的话呢就看不太出来哈。所以呢我要选一个再浅一点的，哎，这样的颜色就看得出我这个月饼啊其实也是有变化的哈。好，现在呢很快的我们把这个月亮偷吃月饼啊画出来了。那老师画了一只手呢是伸向这儿的，然后我可以呢用我的这个小手呢，哎，放在这儿画一条线。如果小朋友说，老师啊，你为什么画的月亮只有一只手呢？如果小朋友们想给他画出来另一只手是可以的，就像老师一样很简单，在右边画出来。如果小朋友们不想画出来，那咱们就不给他画出来，觉得他另一只手呢是在藏着的，也是可以的哈。老师在这个外面呢，月亮呢外边涂出来一条黄色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月亮啊是发光的、亮的，不仅仅里面是有光，外边也有光，所以老师呢把这个月亮的外边这一圈也涂上了这个黄颜色哈。如果小朋友们说，哦，老师，那你画一个吧，那可以哈。如果画一个呢，我就在这儿画一个，哎，刚好我的小手伸向了它哈，去 touch 了这个什么。他说的这个兔子，所以就被看不见了。小手啊，是这样的。好，同样的，我要用这个颜色涂上我的这个另一只小手。如果不画呢，也是没有关系啊，他另一只手就被藏起来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共同完成这个云朵的部分。云朵一般是什么颜色呀？老师觉得呢，这个云可以是蓝颜色的。那我们可以这样啊，向老师选一个蓝色。沿着这个边，哎，涂一下哈。这边呢也可以这样，哎，小朋友们看，有没有变得好看呢？上面呢也可以。上面呢，如果我们小朋友们说，老师那个笔触头太粗了，那我们可以用细的，沿着这个边，这样的。然后还有这里边，你都可以沿着它走一遍这个蓝色。好，但是呢，老师觉得这个蓝呢，一种蓝不能表达的非常好，所以老师呢要选择两种蓝，两种蓝色叠加。比如说我在这儿选了一个深一点的蓝，哎，我在这边上，哎，在这贴边的地方，
然后我的这个云朵呢看起来也很有层次感哈，是不一样的。我在这边同样的可以加上这个蓝，哎，粗一点细一点都没关系哈。好，我下面加重了，上面呢如果你想加也可以，不加呢就这样像老师啊这样带一下也行啊，就是让我这个云朵呢更加的好看啊。好，老师用了两种蓝色哈，涂这个云朵。好，之后我们要画我们的星星啦。那星星用什么颜色？小朋友们喜欢什么颜色？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各种各样的颜色。比如说，我把我的一颗星星想象成红色的，那我就把它涂成红的。哎。然后呢，我也可以把我这边的这颗星星小小的把它变成红的。那其他的是什么颜色呢？不知道有没有小朋友喜欢绿色？有没有小朋友喜欢绿色呀？如果小朋友们喜欢绿色的话呢，老师就拿出绿色的笔咯。那绿色的笔涂在哪儿呢？那我涂在这儿。哎，这颗星星是绿色的。那有没有小朋友们喜欢紫色？如果喜欢 purple， 那老师就拿一个 purple， purple 涂在哪儿？ purple 涂在这儿。好，那老师把一个 purple 也涂在这边。好，那还有什么颜色呢？不知道小朋友们喜不喜欢 orange 橘色，有没有喜欢？哎，把它涂在这边。哎，涂在这儿。那还有没有小朋友喜欢什么颜色呢？老师要猜咯。喜欢灰色，有没有小朋友喜欢灰色呢？嗯，我猜男生一般会喜欢这个颜色。老师呢，选一个浅一点的。哦，这个颜色太浅了。太浅了也不行啊，嗯，那我就选一个深一点的吧，让我的这个星星看起来比较有深度。嗯，哎呀，这个老师觉得也不好，老师选择一个，嗯，还是换成另一种吧，换成另一个蓝色。哎，这个颜色也蛮好看的。好，现在啊，老师的星星啊都画完了。那老师现在呀，想用手里拿的这个笔的颜色，哎，每一个哈，这样点上点儿，啊，每一个这个下面都点上点，哎，这样的。老师想把他那根线虚线全部涂上了颜色，是不是？当然了，小朋友们可以自己选择喜欢的颜色。比如说让它两个颜色叠加，哎，像老师这样也可以呀、啊、这样的每个里面都有一点红有一点绿。哎，画完了，小朋友们看好看吗？有没有简单呢？会不会很好学呢？嗯，如果喜欢的话就请给莉莉老师点赞和订阅吧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每一期的视频更新啦。这期先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啦，拜拜。